咱的班会的便当拢食，但是也足好个，食一袋跟袋吼，啊，因遐是十几个吼，食半袋，因为迄种爱真人，安尼排队了对啊，十几个啊半袋，你啊吃就是爱，先做做细袋，啊欠方欠哦方，吼欠方欠哦方，后壁菜就迄只迄只是咧人食个意义啦吼，是咧欠方，啊所以讲不要来过个时吼，迄塑料拢白欠，迄塑料尽量留予伊，诶，即来了吼。咱较唔捌食过，就先来用啦吼。那不然就尽量食菜，咱就对啦吼。吼，当然这个过程当中，咱拢知哦，这个煎的过程一定是安怎，不甜，不甘苦，爱经过时间、空间的这个历练啦。吼，啊，那么这个鹅呢，煎这个鹅，咱拢知哦，咱嘛捌鹅过这个重要啦吼。那讲，几碗汤，鹅做一碗嘛吼，很重要啦吼。在控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安怎？苦，所以讲，咱就会当将咱会当去了解讲，咱这个上下的过程，伊这个行持要到西方取经的过程当中，第二爱有坚持，爱有毅力，吼、哦，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甜酸苦辣都经过了，吼、哦，那么当然啦，咱要说回来讲，那只有历其尽才有的印象，咱有经过，咱才会当将当中呢。去真真正正去做一个感受啦吼，遐若无时阵，啊着讲话较过啊吼，也是讲听爱着过啊吼，真正无亲身去感受的时阵，会当有真实的这个感受啦吼。那么当然啦吼，伫这个过程当中吼，着会当考验出咱讲一个是真正修行人伊的心的这个宽容啊，这个宽度啦吼。那安尼时阵吼，当然，伊这个过程当中吼，伊后面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安那。甘愿受啦，啊，当然这个欢喜做甘愿受，咱常常咧讲，就敢亲像咱这个口头上共款。不过呢，其中有一个含义啦吼。那么这个甘呢，就是代表啥？一定爱先苦，苦了才会甘嘛吼。那么咱由点来说嘛吼，你知道？就啊，第一摆咱由点来说见面的时吼，敢亲像是，敢那是新闻刷过面的这个先锋班啊。那么。我以前坐在那个人材室在泡茶啦，那么咱有点出来的时阵呢，都拄啊好来，啊先拄啊先刷房间，咱就喊吼，一棍就喊吼，细腻的一棍就喊，拄啊好上一可爱的这个吼，拄啊好用这个茶吼，这个豆啦吼，茶道啦吼，拄啊甲咱上一节啦吼，然后印象非常之深的对啦，吼原来这个豆吼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么生活化吼。啊、所以讲，注意一下，咱做古风格的吼，咱会当是由英语吼，由表演出的扮演者啊，只来受学吼，代表吼，咱安怎，咱做古风格的呢，咱拢会当用上界生活上的这个方式来参与受训啦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当然啦吼，表演出甲表演出之间有个人的这个特色啊，袂好唔是做比较啦吼，咱像这个红表演出的做表演的吼，所以讲，对啊吼，咱。一寡地方就拢较会正正经经啦吼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做一件事情是爱珍惜这个姻缘的吼，因为吼、哦，每一个每一个角落伊所每一个姻缘所显现出来这个这个姻缘吼，也许无同款啦吼，不过伊的作用是同款的，因为呐，要带咱入来伫咱这个修行学道的这个过程，这个坚持，这个道途当中会当顺利来行到。一路顺遂，行到头，这就是咱每一个点分数，是咱的人生所扮演的这个角色，甲咱的进步啦吼。那么当然，另外你也较注意一个物件讲，这个甘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辛苦与着甘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其中伊有蕴含着这个忍的这个功夫，因为唯有这个忍的功夫，安那伊才当坚持一路行到头。啊，这个忍的功夫当中，伊有承担，有忍让。这个时间啦吼，如果若讲这个善巧为上，若袂当一路行到头，半路就走倒来啊，啊就无法度啊嘞吼，吼，啊再来就讲，这个还佫会当忍着，会当坚持一路会当行到头，安尼，若讲当然啦吼，这个故事，诶，这个结尾就是安怎，伊去西方取经倒来了，甚至呢，伊佫摕一本经典来看，这个伊结表这个好业，这个会上来分享，那么这个好业会上也佫在创。各传一行就对了。那安尼来讲，
而且哇，你真正来当出这份真经出来，拜文章，互伊真正非常的这个欢喜啦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定时的过程当中，吼、哦，咱他都来讲这个感恩的过程当中，伊还佫有这个化的这个作用。吼、哦，唯一完了，伊这个咱一般咱伫咧修行的过程当中的时阵，咱来讲，哎、欸，这代志啥，他不要叫别人去做，吼、哦，要吼，先先点点，大行拢在叫我。不一定咱大行爱叫我，叫一个别人嘛会使啊，对不对？欸、如果咱经由听道理当中，咱会当将咱的心啊发挥，咱才会当这个化这个能量哦，这个化呢才会当化于无形哦。要么无咱只是忍尔，忍到尾啊总是会爆发起来哦。啊，那安尼问题就愈大哦。所以讲，你这个感的这个过程，你这个苦感、苦了回感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代表有这个忍的这个感。也够有这个化的作用啦吼，才会当让咱的心真正会当去承担，会当忍着，会当通达无碍，会当实现真自然。这就是咱今仔日修行的一过程当中，咱这个要让咱得到的上大道的这个启示，甲咱心的这个力量啦吼。过来就是讲这个愿啦吼，那当然啦吼，就是讲咱要用咱本心来去应许啦吼。不是用咱的自见心，也不是用咱的脾气毛病来咧应许啦吼。要若无出现那个情况来，这个善巧和尚当初伊要去西方取经，这个念头伊若定在像咱即阵吼，我来西方取着经了，当来这个经价值偌济钱？过来我就会当做国师，我就有相当的地位，感谢伊为着名，为着利的时阵，出现像安尼时阵。当然吼，伊是不是会当顺道行到头，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。吼、哦，第二，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咱讲真正，种种的考验就出现了吼、哦。啊，那么咱拢嘛知影吼，为着名利，有可能咱有迄个福报会当摕到，但是后面所带来的这个副作用吼，必定